on August 4th, in the women's final of the 2022 National Under 15 Youth Basketball League, the Shandong Expressway made a 79-77 win over Changzhou Sports School and won the championship. Shandong team's main center, Zhang Ziyu, who is 2.26 meters tall, only played three quarters and scored 62 points and 13 rebounds. She was also named the MVP of the tournament by averaging 34.9 points, 7.4 rebounds, and 1.4 blocks per game. 15-year-old Zhang Ziyu has taken the internet by storm in a viral video of her playing basketball, towering over her teammates. The 7'5" prodigy from East China's Shandong province quickly drew comparisons to former NBA star and Chinese basketball player Yao Ming, who is 7'6". Born into a basketball family, both of Zhang's parents played the game professionally and her mother is a former member of China's national women's basketball team.好的，球被轻松取下，来看一下山东高速这边的进攻。这边山东高速这边除了张子宇的身高非常具有优势之外，那其他队员呢？还是说比较低啊，相对来说这边比较低。夹逼这个进攻队员，这样呢应该是投进了。那65平的一个成绩。 慢一点，不着急，又来了，别再了，再往内线给张子宇篮下轻松的得分啊！实际上现在这个战术很明显，45度角晃一下，再往内线给张子宇，又来了。你看这边呢，山东高速这个从后场到前场的这个确实限制的比较多啊。 很可惜啊！当然这个也是迅速来到前场，给到张子宇，漂亮。张子宇这段时间的进攻不是那么高效啊，连续投了三次都没有把球放进去，还是说在这个篮下尽量的靠近篮下。等一下，张子宇要位，举到头顶啊，轻松得分。 延迟啊！张子宇到这个前场的时间，又给到张子宇，漂亮！不是捧回来就会过去的啊！镜头给到了张子宇，不要死球，不要轻易死，不要死球，防守抢不了。来看一下高速的进攻，张子宇要位啊，漂亮！ 给到张子宇，直接给张子宇啊！对，张子宇这个高度啊，实际上他这运球很容易被断掉啊，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回传，然后往里走。等到张子宇落位之后，往里直接一掉，漂亮！慢一点，不要着急，一定把球给控制住啊，然后再给到张子宇。 对，这样的着急啊，先把这个球保护保护。对，再往里掉。对，这样呢实现这种，只要吹了这种前场球啊，其实做一个传导，然后给到张子宇，漂亮，再来，跳了一下，也是这个最后一节，可能这个心态上也比较放松。 往前场给之后，对，再给，这样进行两次的传导啊，让张子宇，场边球迷的这个对于山东队的这个呼声也。4号张子宇的打手犯规。 张子宇直接送了一个火锅啊，然后再来一个两分，给出来之后，
啊，两分轻松就打进了。一走，然后再往前，再传，漂亮。可以听到这个场边观众对于直接往内线掉啊，张子宇再次轻松得分，再传，有位置，再次轻松的打进，再打一个，直接给到张子宇，漂亮，两分放，应该是要直接掉给张子宇，漂亮。张子宇直接要位，凭借身高优势再次打。山东队现在暂时落后两分，往内线给张子宇，再次打进。张子宇拿到运球之后，分一下，不着急，慢慢打，哎，再次放进去了。让我们恭喜这个山东高速队，啊，同时呢也是。